娱乐圈囧事说不完，黄晓明庆生调侃周迅胸围。这头潘粤明是因为曾经的另外一半陷入尴尬，而在三个女人最好命的探班现场，周迅则被损友黄晓明囧到了。昨天剧组开放媒体探班，恰逢黄晓明的36岁生日，制片人王中磊代表剧组送上重口味蛋糕，该蛋糕粉嫩性感，黄晓明更是趁机大做文章，调侃起周迅的胸围，惹得咱太平公主周迅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。这是按照一人给他一句祝福。小编点评：小明，你就非要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吗？